大家有收看马来西亚大马翻译仔，来看 check it out， 中国疫苗也到了，看来中国是什么科兴疫苗。然后啊，看了星期天，2月28日，昨天2月28日星期天到了，中国科兴疫苗也到了。啊，对啊，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份报纸啊，就叫中国报啊，China Press， 英文名叫 China Press。啊，不过这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报啊，中文报 OK， 最大中文报是叫那个叫啊《新洲日报》，第二大的还有一份叫《南洋商报》哈、啊，这个中国报是比较小一点的哈、啊。首批多少呢哈、啊？看了30万只啊，中国科兴疫苗。也到了。其实首先到达马来西亚的新冠疫苗呢，是美国的 Pfizer， 辉瑞疫苗啊，是上个礼拜一啊，2月22日到达了啊，首批是312,310。那如果没有记错啊，非常的零碎啊，2310啊。如果你给不了32万只的话，那至少你给31万5千只吧，对不对？不是31万啊，加2000啊，2310。啊，可能这是美式作风吧，这美式作风啊。所以现在然后过两天呢，2月25日啊，就是大概星期三吧，啊，美国第二批也来了啊，总共两批加起来有接近五十万只。现在中国昨天啊，其实这个是27号来的，星期六啊，星期六早上9点前，啊，8点55分啊，抵达马来西亚，非常准时啊，30万只，我看到的消息是哈，我们向中国订了1400万只，马来西亚人口有3300万左右啊，接近3300万。我们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，一定要cover， 让2800万人接种疫苗啊，2800万人就是要打两次的话，就是我们需要5600万只疫苗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订科兴的话，还要需要多订3次啊，才能够到达啊，达到这个数量啊。不过由于我相信不太可能啊，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比较宅心仁厚啊，比较厚道啊。我们向4个国家订疫苗啊，除了美国的辉瑞 Pfizer， 还有中国的科兴，还有一个是英国的阿斯利康，还有那个最后一个就是俄罗斯的。我最近我听说那个南非已经退货了，退了那个阿斯利康了，英国的。然后欧洲呢好像也不太愿意啊接受这个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不过我们买四个国家的疫苗，如果平均起来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分了啊，总之就是这4个国家的疫苗啊。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呢，前线的医护人员就接种了我们的首相大人啊，我们的丁丁爷爷他也接种了啊，是还有好些人呢也接种了哈、啊，一切良好 ，everything is okay，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啊，没有问题，暂时没有问题。所以啊，希望吧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接种了疫苗，然后全世界都可以健健康康，然后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l right， 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，谢谢。